中间，哎，跑着，哦，奥多，二垒上的陈成威，他比较躁进了一点，因为这个球很快就被投手拦到了。是。那可能从他的角度来看会被挡住，不确定他有没有接到，那又是在刚好在这个跑者左手边哦，是，所以他就会想要出去。对，这个时候出去啊，重心往三垒前倾。不过布里汉也传得非常好哦，对，都不用再去做任何的多余的拉下来或者其他的动作，就可以直接 tag 了。第一时间往二垒垒包这边送，其实二垒跟游击都进去补位。